一生最近来说，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慈联毕生公务员所提供的节目，咱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3做的播出。有需要不免客气，慈联毕生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我关机多亲咱给05感恩。哇，今日今日吼，风足透的吼。安尼感觉气温啊降几啊度啊吼，啊所以大家身体呢爱顾咧吼，啊该穿爱穿啦吼，啊卖得啊安尼错咧错咧安尼感冒咧吼，而且做老人、老人囡仔啦，大家拢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啦吼。哎，今日去拜五啊呢，足紧咧吼，明仔载礼拜六共修啦吼，共修嘛是有一个好处，大家聚集在一起共振能量。啊，好好啊去练功，然后好好啊，把这个吼动功给练会好，那这样也是很好。身体要健康，必须要运动，然后，咱那是大概有迄个兴趣了吼，啊，要来共修，我们都非常欢迎，然后来今日有人要点一块上半点禅，然后半点禅，来这位来收听半点禅。生醉几满，半贫半富半自安，半命半天半机遇，半取半舍半行善，半聋半哑半糊涂，半知半愚半圣贤，半人半魔半自在，半醒半醉半神仙，半情半爱半苦乐，半俗半长伴随缘，人生一半在于我，另外一半听自然。半人半魔半自在，半醒半醉半神仙，半情半爱半苦乐，半俗半长伴随缘，人生一半在于我，另外一半听自然，半情半爱半苦乐，半俗半长伴随缘，人生一半在于我，另外一半听自然。人生一半在于我，另外一半听自然。
的音乐很好听啊，吼，人讲心情嘛是用音乐会使调节一下，吼，看到对的事也可以啊，吼，啊，人讲琴会当改变命运，声会当改变人生，啊，这句话是 OK 对的啦，吼。所以咱人讲，凡心都能四门啊，善恶都一念间，风尘皆如梦，几人能看穿？每一个人呢，都有很多的事情。所以咱讲，以智慧去照顾自己，以慈悲去关怀别人，这就是咱做人的基本啊。做人的基本，为什么做人的基本？因为咱人。来世间会消毒吼，拢是一个缘分啦。无那要消毒，那有遐简单。所以能随时改变自己固有的观念甲做法，才会当面对无常，处处吼，咱就讲处处处变不惊啦吼。如何才会当面对意外、生离死别？人的最好就是要有宗教信仰，咱才知影讲吼。宗教信仰对咱有啥物好处？因为人呢，拢是心过头恐惧，足够烦恼，啊，未到就先想，哦，啊，代志拢甲想想都头壳了呢。生命是相当珍贵的吼，唔通甲这杂事啦吼，规个拢甲钉钉到这个啥头壳内底，暗时要困，这个困未好势，这个都不要，都是安尼日子安尼过啊。所以咱爱甲生命吼，人讲父母予咱的生命是相当尊贵的。除了讲上歹准备啦，啊，人拢是安尼嘛，活过百年啊，哇，再来拍算，吼，啊，不至于辜负每一次的吼，咱讲生命吼，一届生命嘛，甲一届尔对哇，来生累世，我们还没有。七句一过讲啊，前世咱是过什么款生活？啊，这世人吼、哦、来出世啊，咱即马过这個生活是当下咱拢知啦吼、哦。所以咱也去拄着吼啊，足济吼令人悲痛的事，那就是造成意外伤害。吼、哦，这就讲这种啊，这咱看到的感觉真正。为什么一个人安尼好好出门啊，汹汹呢，啊就变故啊、哦？这咱有时啊讲。哭诉怨天尤人，但是没有办法，不是老天的事啊！哈，这有时啊是，咱讲温度的代志嘛有啦，有时啊无注意嘛有，有时啊是互相，吼、哦，拄到这个问题拢是意外，这种无人有在掉，家你拍算讲什么时阵来当安怎哈、哦？所以今日的任务呢完成，吼、哦，等下到厝，哎，好好啊，倒在眠床困。天光还有法度打罗文章卡，啊，这就一天，就是你每天的任务都完成了，哦，你每一天的任务都有给它完成，安就好啊。啊，所以讲面对这所有的好跟歹，生老病死拢同款啦，哦，生离死别也一样，只要是不了解的人呐、啊，他都会一直问呐、啊，哎呦，咱人来世间为什么呢？活到这年底，吼、哦，伊。佛法的认知啦，吼，讲人来到这个世间有两种任务啦，吼，有两种任务，一种就是什么还债受报。哎呦，人来世间干那要还报受啊，讲干那要还债啦，吼，干那要行债受报，要偿还过去，吼，多生以来当中的一挂恩恩怨怨的债务，要接受福甲苦。这两项，哎呦，安尼人嘛是真艰苦的吼。当时啊，来世间有两种任务，一种是行者，吼，啊，一种是吼你受报了，你就会吼了解，接受福报与苦报，两种拢是还愿的，吼。所以讲人呢，伫过去无数的这个吼，哎，前世中呢，有，也许你许过很多的愿呐，啊，你必须要来完成。就有人讲啊，我是要哪爱归宫？为啥我是爱出家？为什么我爱跟人无同款的生活？也许是我们在每一世
有发愿了，还没有还愿。啊，那有发愿，但是咱这个愿都还没完成嘞。所以讲，咱既然有发愿了，那这一辈子你必须要还愿。好，人呢过去无数世间当中，曾经你许过什么款的愿，你必须要完成。所以讲，受报还愿的同时，嘛爱继续发愿。当在一生的债务当中，吼、哦，咱嗲讲，哇，我们这一辈子已经告一段落了，吼、哦，啊，任务已经结束了，吼、哦，就可以安心的离开了。看我安尼，无多一个讲任务拢完成啊，啊嘛无多一个讲，吼、哦，咱所有的债务拢总无啊，拢无欠啊。不同的人会在不同的阶段完成这一生的任务。有的人年纪轻轻的，哈、哦，就离开了；有的人也可以活到哈、哦、百岁，哈、哦，甚至活到更高寿都有。这就歹去个释怀啦，啊嘛，真艰难去个想啦，讲为什么安尼啦？哈、哦，所以因为意外事故往生呢，在咱的眼中来看是非常不好的啦，哈、哦。但是伫药师经内底。伊咧称为九种的欢喜，就是讲对死者家己来讲啊，或许啦，哈，比久病还要快的解脱了哈。有的人是讲哦，爱退休真长，唔过拢倒伫眠床，哈，一定要有人照顾，哈，这话，然后你倒伫三十冬啦，啊，你讲你寿元有法度活到几岁，拢是咧折磨，哈。这嘛无未用安尼算讲算对，还是讲算安怎安尼感觉较对？即使久病，吼、哦、很久很久，已经拖累了家人很久了，这种吼、哦、王者，吼、哦、他是必须先离开才不受折磨。安尼就表示啥？就是表示讲，伊个人累死因果已经了完啊，人放手啊，所以也使走啊，唔免妨碍多折磨啊。安尼，吼、哦，啊，有为什么讲有书经内底去讲到九种欢喜的这种经文都内底要甲咱讲啊？是啥？因为人呢，少受点病苦，这是一个过程，病苦嘛是一个过程，吼、哦，未尝不是好事。但是有些人走得突然，吼、哦，许多事情尚未吼、哦、来得及交代。但纵然留有遗憾，但是一生中的任务毕竟安尼就结束啊！好，也许是用安尼结束的啦。好，伊一世人的任务就安尼结束啊！好，所以曾经吼有足侪空难的往生者，吼啊，佫有真侪吼，即家属我受到因即个亡者的托梦，托梦因即个亲友啊，讲因吼啊，伫咧倒位啊，吼啊，真受苦，还是安那？只是亡者执着啦。执着的是那一具，哈、哦，掉落在那个水中的遗体，有个人在天宫殿叫包了，就落在海底的话，吼、哦，啊，咱即马咱的在世的人一直想讲，啊，因的魂机就包了在海底，啊，包了在海底一定足寒的啊，吼、哦，这个灵一定会足寒的，你一直甲想，一直甲想，它就会连接在一起，它就会连接在一起，好，你会感觉伊足寒。啊，你嘛感觉你足寒，为什么？好像伊个寒会伫你个身躯，这个冰冷的感觉，吼足寒。这就是吼、哦、死亡了后的遗体，它已经没有神经感觉了。会冷的是我们在世的人一直在揣摩，它在里面一定很冷，是安尼的关系吼、哦。这是咱的啊，《药师佛经》里面呢、啊，在跟我们讲的一段吼。哦就是讲，肉体下步甲祝福，因为肉体下步这条灵就离开啊。这个肉体伊若放掉去啊，啥物艰苦拢无啊。会艰苦是咱在生的人，会艰苦是那是咱在生的人。咱在生的人会唔甘，所以就一直咧看伊的苦，看伊的病，伊在生啥物病，安怎往生的，你就会觉得他的苦永远存在那里面。其实灵魂是足巧的。伊解脱，哈、哦、清净啊，伊就会放掉去啊，因为这个肉体已经放掉啊，肉体嘛烧掉啊，他就放下了，
他的痛已经没有了，哦，他在生的艰苦嘛已经无啊，啊是拢咱四大人唔甘，一直甲想，拢甲想伊安怎无去嘅，伊是安怎无去嘅，伊当中是偌痛苦的时阵，你四大人一直拢无放哦，你的心完全拢无放，安尼这条吼，伊也甲你连接，因为你咧唔甘，吼，哦，所以我常咧讲吼，老母呢，那囡啊。比咱较早无去，老母老爸当然会疼，但是你靠一届，你靠一智慧，伊呢所有的本来要放下，因为你的目屎，佮佮靠倒转来，换伊会到你佮你同款，你有偌济痛苦，伊就有偌济痛苦。好，啊，咱呢既然啦吼，啊，咱的这个菩萨呢吼，在咱的这个吼。有在看，你有在看吼，看咱的《地藏经》也好了吼，《地藏经》也是在看咱的《药师经》《药师佛经》，他都会跟我们说，化悲伤为慈悲，吼，化悲伤为慈悲。为什么没想要来讲这個？因为咱第一本书的时阵呐，吼，拢会去拄到这個，会去拄到吼，囡仔意外伤亡的，吼。对，都不管讲是伫啥物啥物款的场所发生的代志，咱做父母的，敢若看到迄个，伊就规粒头壳拢记伫遐，所有的艰苦伊就无法度放落来。啊，你唔知影讲，咱的囝儿是谁？咱囝是咱生的呢，吼、哦，伊上依靠的就是父母啊。啊，父母你无放下，你无祝福伊，你是咧伤心，你是咧艰苦，你拢一直咧吼、哦、回忆伊的艰苦。啊！伊就对你艰苦啊呢！啊！你伤心伊就伤心，你哭伊嘛哭，你艰苦伊就艰苦。安尼呢变成讲折磨规家伙，安尼都唔对啊！安尼叫做执着啦。所以咱呢吼，不管是孝敬内底也好，咱拢是亡者，咱就祝福。往生啊，你就是爱个祝福。吼、哦，遗体已经无啊。吼、哦，伊就无啥物，你无啥物艰苦病痛，神经感觉他没有了啦。吼、哦，伊嘛无迄种冰冷的情形啊。所以常发生，吼、哦、一些空难也好，意外死亡的也好，没啥物甲人讲，不要执着，吼、哦，不要执着也遗体，吼、哦，过往的时候是什么状况，安尼话啦，你要甲超度超袂行，伊无法度呢放下。因为你无放下，伊要哪会放下？所以要化悲伤为慈悲啦。好、哦，对亡者亲友爱会晓呢，就是啥？多念经，多甲做善事，多甲布施，吼、哦，多甲做一寡，福伊呢吼、哦，在往生有资粮，什么资粮？就是功德啊，功德啊，吼、哦，你帮助亡者往生啊，这个好的所在，就是家属。爱用心灵获得平静，然后呢，好、哦、要去，好、哦，我们没办法挽回他的生命，我们只能替他做一些功德事，好、哦，用伊的名去做一挂功德，好、哦，安尼话，伊咧超脱，伊就是会恢复到很自然的天使啦，他不会像你想的说他很痛苦，不会啦，哈、哦，所以家属一定要化悲伤为心情。为慈悲的力量慰问他勉励他帮助他安尼一下我都离开了吼离开这个无吼人讲无病无痛的迄种感觉啦吼平常内底啦恁一般拢认为讲吼这是外安怎都外安啊其实咱人来世间都是有喘气瞬间就是人啦未当喘气伊就是他方世界他方世界嘛是一个世界呢吼。因为他方世界嘛是一个世界，啊，我若讲，你莫讲，啊，梅香，你敢捌看过？我真正捌看过，吼、哦，因为我开始咧做登记的时阵，哦，咱咧办事，有时阵啦、啊，吼、哦，第一届诶，迄落闭关，吼、哦，第二届闭关，吼、哦，他圣母，吼、哦，就带我到，吼、哦，咱讲地府幽冥，先互你去看一下，互你去了解一下，吼、哦，第三届闭关。伊就予你去看，哦，天泽天顶是安怎？咱的办事的方式，哦，啊，过来就是讲做啥物款的，诶，这个
代志，才袂触犯法条。吼、哦，就是要教你讲，天神嘛袂使犯唔对呢。啊，天神犯唔对，有时啊当机嘛要排这阴呢。吼、哦，因为你用伊的姓号，用伊的名，办出的代志是相爱担，当然嘛，这尊神爱担。吼、哦，啊，所以伊是要带你去啥？去看戒律，看戒律。做基应该爱遵守的戒律，好、哦，这你一定爱知影，啊，袂耽误到神哦，啊，神嘛叫你救来，好、哦，啊，所以这就是性命疼惜，好、哦，惊讲我答唔对，啊，讲唔对，做唔对，所以就他先让我去学习，上去去看看所有的一切戒律，安尼你家己就会遵守啊，你家己就会遵守啊。你无可能把身家救来，无可能把所有的身家给救来，做唔对代志，神嘛爱甲你负责任，吼、哦，甲你教无好嘛吼、哦，啊，所以天上圣母呢，吼、哦，伊就是一个暗示啊，吼、哦，啊，就带我去游者咧，啊，甲我讲重点，重点就是啥，不该做的不可以做，吼、哦，咱该念记，咱该做的咱做，吼、哦，性命伊就会道道甲咱教。啊！去地府，互恁看一下，看讲，唔是地府拢足可怜的，吼、哦！地府足可怜的，就是诸恶，吼、哦，做太多的人，吼、哦，他放弃了父母亲，不孝顺的人，还有就是说他有做错了，被处罚的，才会他们觉得痛苦。为什么会痛苦？因为你本来的做唔对，才将爱用处罚的，好、哦，这呢，所以咱爱讲。宗教信仰是爱甲，一定爱予咱人知影。亡者唔是大家落地狱啦，无一定。好、哦，咱爸母那是有该放下，有该超，他也会慢慢的提升。就敢那囡仔同款，咱讲改过向善啦，改过向善这条灵，伊就是慢慢，咱的救苦天尊就导出来啊，导出来也东方琉璃世界啊。好，多出来了后，伊就各一个保修处，互你修啊，好、哦，都是会有互你机会啦，都会给机会，好、哦，安尼咱做事大人都爱会安心，会放心，好、哦，所以讲人民最好有宗教信仰。为什么讲咱人上界好爱有一个宗教信仰？但这宗教信仰一定爱正信，唔是迷信，一定爱正信，袂使迷信。安尼呢，你才袂因为安尼，和你家己的思想观偏差去。咱做诶，诶功德咧，拢毋是做对诶代志，安尼嘛毋对。所以，我们要把宗教信仰，吼、哦，要以正信为主题，我们才知道何时做好面对，吼、哦，有所有一切我们该面对的。咱每一个人，敢有可能讲拢总袂安怎吗？对，会安怎？咱嘛是爱准备迄个面对啊，拄到无好的代志，咱不至于太恐慌啦。啊嘛，袂使讲不知所措，因为生命是相当珍贵的。除了做最坏的准备以外，我们还有活得百年的打算，才不至于辜负这一生的生命。每一个人拢希望安怎？希望会当过一个安康，吼、哦。啊，幸福的日子，吼、哦，过来就是讲，莫有这种，吼、哦，咱讲怀好，吼、哦，啊，莫有一挂意外，这种啊，这，吼，啊，但是啦，拄到啊，要安怎，就像我拄只讲安尼，唔通甲当作真正足悲哀的代志，一直开始心拢无爱甲放开，安尼话对亡者是无好处啦，吼、哦，你应该要多做功德给他，好、哦，多做名福给他。他就会越来越超，越超越高，越超越高。好、哦，然后呢，咱讲三九靠天尊，伊会去看，好、哦，伊会去地府看，好、哦，这条伊也个有啥？伊也个有一个忠贞，好、哦，本身呢，吼、哦，也个有一个，也个有一个会使救的，会使救赎的，就是表示啥？他的罪不是很，好、哦，咱有的讲唔是做重罪啦，是意外，无小心的。这种的少年囡仔灵，一般拢会给人机会啦，都会给他们机会。那种意外是不得已的意外，吼、哦。啊，这不得已的意外，当然神爱救啊，佛爱多啊，
啊，咱的三九靠天尊，伊就是咧做这啊，无太来爱水火连道，伫水底嘛爱练，伫火中诶嘛爱练。吼、哦，三九靠天尊都、就是吼、哦、太顺声九靠天尊，吼、哦、啊，有咱的诸灵道明天尊、风华动行天尊，这三尊就专门咧九靠诶，叫做三九靠。吼、哦，三九靠最主要就是咧啥？这条灵也阁会使甲教。哦、要好有机会，他们都会渡往、哦、东方琉璃世界，好、哦，让伊真紧就过来超生啊！好、哦，过来就是讲，伊若无想要超生，就有一个补修处，让伊好好去读册，好好去读，好好去学，好、哦，安尼这条就改变过啊！好、哦，这个灵性就改变过啊！啊，所以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了，真的是。每天看新闻啊，每天都会看到发生意外的事，吼、哦。但是这呢，咱也无过讲这段，吼、哦。咱呢有师傅来对有讲的这段，吼、哦。所以这段爱开破给咱大家听。死了就是超生，死了就是换了一个地方，死了就是改变一个躯壳，换一间厝安尼尔。反正你伫遮咧哭到要死，伤心到要死，人一定去伫他方世界，人伊伫遐已经过了真好啊！吼、哦，只是咱唔敢定定用这种吼、哦、愁眉苦脸在对待自己，咱家己嘛一世人，对不？六亲眷属，咱拢爱给伊一个机会，就是啥，多做功德给伊，吼、哦，多给他一些福报，吼、哦，安尼呢，三九过天尊伊就会去拯救了，吼、哦。啊、所以诸佛菩萨我搞圣贤只要有缘的啦灵伊未甲你讲甲你处罚啦是安怎其实每一条灵性那毋是做天大毋对啦吼那个五逆父母啦胎父母迄种的绝对有罪嘛一定会去用甲处罚修理啊你若讲是一个吼、哦、空中意外还是讲啊你做工课无代无志吼，讲公安意外，迄都唔是做唔对啊，迄是歹运，吼、哦、落落啊，还是安怎？吼、哦，再一种意外，过来是生病，就是因为每个人呐、啊，咱人只要食五谷的，拢会破病，吼、哦、破病过世，这都唔是做唔对，吼、哦、是伊家己本身吼、哦、有多少大有一寡病苦拖磨，还是伊的顶世人吼拄着有机关啊，这世人生前爱来圆满的。这你拢爱甲祝福、祝福他，好、哦，不要把这个拿来折磨自己、痛苦自己。好、哦，每想还是用这样的心呐、啊，好、哦，希望咱每一个师兄师姐，在人讲在生，一个过一个啥，过一个这个生活中，你爱知影讲这个问题转换了情绪，你就有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啊！你情绪若袂转换，你没有办法好、哦、过平静的生活。安尼你嘛是伫折磨你的生命，你只有干那咧喘气，但是你活了无快乐。安尼这种生命嘛是折磨，好、哦、啊，所以嘛是要甲咱的道亲讲啊，每想会将我捌的，好、哦、将我有去碰触到的无形法界的，即个所有的众生，好、哦，他们也会有时候也会好、哦、跟我说话。好、哦，他的问题，好、哦，其实，咱呐，加减啊，安尼去甲读，加减啊，去甲了解人，好、哦，在生的人是加一口气，爱做代志，爱趁钱，爱食饭，无形又无形，伊家己来归位，我们都是要祝福。用祝福的，伊则袂牵挂。这条灵才会较紧超脱，吼、哦，往生天界。留给爱上的泪眼，一朵两朵三朵千朵万朵，留给迷路的旅人。一朵两朵三朵千朵万。献给哭泣的弱者，一
一朵两朵三朵千朵万朵，献给苦痛的众生。都这样的吼，带在咱溪州啊吼，啊，这位哎阿桑啊，阿桑哦，甲我讲，哦，今日你讲这段，我心肝底放较会落呀。我讲是安怎？你讲啊，我都一个囡仔，啊，像你讲啊安尼啦，做工课欢欢喜喜出门，哦，啊，结果都意外回来，啊，我安尼艰苦到即嘛几啊年啊，我阁是放袂落。吼、哦，啊，目睭呢，揢落都去想着迄个囡仔，吼、哦，啊，下早起真认真伫家己听，你拄只咧讲的遐话，安尼我想有啊，爱放下啦，嘿，师姐啊，爱放下，吼、哦，啊，伊嘛过往遐侪年啊，啊，你甲舅妈讲无法度甲放下，这就是吼、哦，咱讲做爸母的疼囝当流水就是安尼，唔甘啦，吼、哦。啊，搁再搁，咱讲个放放某，啊，搁放囡仔，吼，啊，好敢在新妇讲真乖啊，吼，啊，得请这囡仔，啊，囡仔嘛真乖，啊，这就是吼、哦，一个人个意外，吼、哦，拢是唔是伊挑剔个啦，啊，就拄着歹运，吼、哦，拄着歹运就会安尼，所以呢，伊甲我讲，下早起你讲这段，
哦，这阴阳两界无得无无讲安尼，多一个要话清楚啦吼。啊，干那那讲咱卖甲安尼定甲拔掉咧，就是想啦，一直甲想，安尼呢，伊嘛较会放手啦，吼、哦。啊，伊要防要学这新生多，嘛才有机会啦吼。哎、哦，感谢啦吼、哦，咱的师姐啦，条刚打电话起来，甲我开讲两句安尼。系啦，即卖学开啦，心情学开，吼、哦。即马过来就是看未来遐孙，吼、哦、啊一个一个成就，一个一个大汉，吼、哦、啊咱都已经囡仔都过世都过世，啊个祝福就好啦吼、哦。来，即马咱要来讲这個，讲修道嘛，最基本的就是先从观念上去改变，吼、哦。谁来讲？我讲爱干干嘞，有人要讲修无？大家嘛讲袂，为虾米？愈寒则愈袂使办单。你也感觉我足寒的，好，我紧嘞，我要来覕咧文床顶吼，啊，烧气就甲开落，安尼话，啊，你唔拢踮覕咧文，覕咧内底就好，覕咧文床顶，啊，拢无爱甲运动，阳气就会愈来愈弱。咱身体哦，暖气是由你家己的气，你身躯会烧，你身躯的手，吼、哦，脚会烧，袂安尼冰。冰荡荡安尼，这就爱看你家己呢，看你家己练，吼、哦，有练自然就养神，有阳气，啊，自然迄个体就会烧，会烧热，伊就较袂感冒，啊，若较袂感冒，吼、哦，上无啦，咱即卖咧讲敏感，迄足恐足恐怖的，吼、哦，啊，佫有足济吼，诶，即卖有毛拄着，即卖佫无同款变种的，诶，一挂感冒细菌。好、哦，啊，个吼、哦，咱即马的病毒还有哦，还有哦，所以吼、哦，出门尽量吼、哦，咱讲要去较较侪人的所在，咱也尽量挂咧啦，尽量甲口罩挂咧，对咱有好处，会当保护咱家己，买当保护别人。好、哦，口罩还是要挂。啊，就一个讲，愈寒则就愈爱练，愈寒袂使愈扳单，你若愈寒愈扳单，怎啊闭咧困咧？啊，拢在内底，啊，咱到即马冷气都迄条烧冷的吼，你若感觉足寒的好，我冷，我都烧气都甲开了。啊，但是咧，你出去外口咧，出去外口，敢有哪点咧？咪在内底，总是爱出去外口嘛，对吧？啊，是，这就是在讲每一个人呐、啊，都要知道，吼、哦，要好身体健康，都、就是袂使扳断，那扳断身体就会无好啦，吼、哦，较早。较早拢有足侪足侪人伫教咱吼，讲啊，看是要啊做动工，啊是要做迄、那个吼啊，有个人有足侪种诶，拍五行拳啦，创啥，这对咱身体拢有帮助啦。啊，愈寒大就爱愈运动，愈寒大就爱愈好流汗啦，吼、哦，愈好流汗。吼、哦，啊，恁即摆讲人最基本的先天后天，要安怎去改变？吼、哦，就是观念尔啦。人对阿未出世的时阵，吼、哦，有时阵呐、啊，出世了后，同盟的时阵，他也没有什么思想啦、啊。但是无，伊嘛无善啦，无恶的心，吼、哦，这就叫做囡啊。但是咱即马要教咱的囡仔，要甲教育予伊，吼、哦，已经大汉啦。你嘛是着爱甲教育原本，吼、哦，囡仔一定爱单纯啦、啊。吼、哦，过来就是讲。要回归原本，吼、哦，让这个囡仔有重点，你来甲先甲讲，因为咱思想呐有改变啊，有改变到一个层次，你心中非常清楚、明白人间道，就是家己的体会啦。咱体会了后，吼、哦，咱有法度在咱的人生迷迷茫茫的时当中啦，咱活在这个世间，咱家己啊吼，那无法度好，家己去了解。咱要爱的是啥物？啥物叫做要爱？哦，有个人会问讲，这个囡仔阿伯吼，要学去读啥物科啦？吼、哦，有时啊会写便条问性表讲，这个囡仔要学去读啥物科？吼、哦，啊性表拢会爱笑。性表讲，囡仔甲你做伙遐尼啊久，你敢看无迄个囡仔伊的个性应该爱做啥物？这个囡仔细汉啊，足爱变的，你知无？伊就比较靠这个啥，靠技术性的头壳。伊细汉就足爱变的，啊囡仔若扳断变的囡仔，
吼，班段边个囡仔，伊就是你要叫伊去做啥，你要叫伊去学功夫啦，吼，做工课啦，他就会比较倦，好倦怠。啊，你啊看迄个囡仔，这个囡仔，你今麦才几岁？你今麦问伊讲要伊读多一科的，吼，啊，大学要读啥？要读啥？这不是圣庙甲你讲，这个囡仔都有法度，吼，照圣庙讲的安尼行。你爱看迄个囡仔，吼，大汉到什么程度？吼，伊是什么款的个性？吼，这个囡仔你要安怎带？就是你爱去看伊平常时啊，你看他平常时。啊，你今麦讲哇，今麦这个囡仔要对啊看平常时，今麦囡仔都无啥爱叮当。无啥爱叮当啊！手机啊，那举咧，就手机啊，举咧，就直直背，无啥爱叮当。吼啊！即卖囡仔才看无，到底是要创啥？看无，即卖要创啥？嘛，真正看无，所以老爸老母就变成讲：啊，无来问看卖，看伊是啥物名格，爱互伊做啥物，爱互伊做啥？这囡仔后摆才会出头。一个人最高级的智慧，他会转弯啦，吼。大汉你就会改变啊，所以易经又甲你讲，伊甲你讲，穷则变嘛，变则通，通则久，是以治天佑之，极无不利。吼、哦，事物的发展到了极点的时阵呢，就需要变化。吼、哦，才行的呀、啊，啊，变化了就会通达，通达才可以长久，这样上天会眷顾你。无往不利，事实啊，就是你爱家己生，他有伊就讲，你拢免生病，你要做甲人会甘心，那唔只会讲啊，这个囡仔安尼真正，伊若要做头路，你若准讲本钱无够，吼、哦，那唔只要家己斗赞助，那讲我这个囡仔会使，第一样功夫有够，过来就是中德，吼、哦，啊伊咧做代志，吼、哦，真正派，安尼人煞唔敢家己投资，大家嘛敢家己投资。对不？所以易经讲这句话有理啊，就是咧讲穷则变啊，变则通啊，变则通啊，吼、哦，通则久，是以治天佑之，吼、哦，是天会改到三干嘛？会吉无不离，吼、哦，一定。你若有做到这点啦，人看了会学了，人他有可能唔改到三干，一定会啊。所以事物啊发展到一个极点，迄个时阵吼，伊就需要有淡薄的变化。啊，但是这个变化伊就会变，伊会通达，它就会去变。不然说穷要怎么变，啊，变要怎么通？伊就是一定伊家己会有改变，有思维嘛。所以讲通达才会当长久。吼、哦，这就是上天眷顾你无往不利的。吼、哦，是你爱家己啊！这支条是你爱先拆呢，你又不是别人甲你扶起来。啊，你这支条甲叫歪歪斜斜，啊，人啥物人要来斗三工，无可能要来斗三工啦。所以人伫世间行走呢，吼、哦，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啦，那是一定的。要大家拢顺风顺水，不可能。正所谓的人生处事，都跟那行路同款。吼、哦，会去拄着踢着石头，吼、哦。啊，有时啊呢，嘛拄到路弯弯曲曲、歹行的路，路未通的时阵，啊，换条路走走。想不通的时候，换个思想试试看。好、哦，心里很苦闷的时候，转个念头想一想，谁会转弯呢、啊？我要转弯，你唔知我都苦尽甘来。我、哦、你也讲，大家拢干那要滴滴滴，吼、哦。都拢无想要动一下头壳，啊嘛无想要甲转一下弯，啊你想呢？啊好康啊袂对来，无可能啊！所以讲转弯，吼、哦、转弯就是伫事中事、理中理内底去转弯啦。吼、哦，咱讲曲就是咧讲曲，曲即转嘛，吼、哦、往即直啦，吼归即盈，必则新，少则倒，吼、哦、多则好。为什么想过了多，烦恼就多啦？吼、哦，一个人会当一直对家己的代志保持清醒，吼、哦，这转弯嘛要保持清醒呢。对家己甲别人的认知有准确也无准确，
你要自己先看看了，看有准确啊，无准确了。好、哦，所以讲咱说，咱要做啥物款代志，要适当的时候，有个人会问啦，问讲我生理做到这个坎站嘛，做无啥会起来，你看要安怎？该放弃的要放弃，为什么？时机不是今嘛这个时阵，你做的这种工课叫做黄昏呐、啊。好、哦，这黄昏就是表示讲。你若讲像即马人咧做着手机啊，所有的内底面的物件拢用会到的，即个吼，啊过来着车。即马咱即马囡仔吼无车，伊无学倒歹，无交通工具，吼、哦，伊无法度好出门。啊过来着是无啥，无手机啊，更加无法度出门，因为手机啊是咧连线联络的代志。要联络代志，即马大人都咧用手机啊，吼！啊，要甲记事本嘛，拢甲用伫手机啊，都反正即支手机啊都未使拍无去，即支手机啊拍无去，就敢那当一支手共款。即马上届会当趁钱诶，吼、哦！过来就是啥医药啦、医生馆啦，吼、哦！啊，药妆店啦，即拢会趁钱啦。为啥物？因为人足够破病，吼、哦！啊，病院安怎开都有，都是安尼人满为患。即马现在有足侪人破病，拢是欠运动啦，欠运动。咱爱食舒适的物件，就是啥五行的物件，吼、哦，一定爱食五谷，吼、哦，袂使拢干那食甜的啦，食腻的呀饮料，吼、哦，啊，食你爱食的，安尼一个囡仔你也看康康的，袂堪要破病啦，吼、哦，这就是咱爹地个怕无在，这个囡仔爹地怕无在，人讲。饭是工，饭你上无，你就一定爱食饭，吼、哦！啊，无食你绝对袂使拢种完全拢食甜的、食冷的，上无爱啉烧茶啦，对咱的身体才会好，这就基础啊，吼、哦！啊，你若如果讲连这咱都拢无法度照顾，你让你外头趁钱啦，你嘛拄袂久，你嘛拄袂久啦。啊，咱即马这个时机上，咱干那看到的就是食啦。吼、哦，食啦，车啦，吼、哦，过来就是吼、哦，咱即马咧讲个手机啦，啊，手机应用个物件内底，吼、哦，你个想即马科技偌进步，吼、哦，都、就是即个科技产品啦，即你做会起，啊，你啊做古早工课迄种个，像即马连低头啦都无人要拍，对无？人即马都拢用足新型个物件在做。啊，咱一挂工过去用取代去啊嘛，啊取代去了，咱就变黄昏啦，就变成讲咱做的这个事业是黄昏事业，那你必须爱结束，你必须爱结束，你就爱结束啊，必须爱放下，放弃爱放弃，该离开这个时候的，你就是要离开，这就是叫做自我保全，自我保全呢，就是。当下好，安尼，较早迄个泛古是春秋，吼、哦，迄、那个楚国的人，伊著名，伊是足著名的，即个政治家、军事家，吼、哦，伊辅助即个越王勾践去消灭了即个吴国，即、吴国灭亡了后，勾践封赏所有的军臣呐，吼、哦，啊，就甲即个泛古拜即、這个，吼、哦，叫做上将军。盛极一时啊，他的权力哈、哦，在勾践一人之下，百官之上。好、哦，你要看啊，所以讲这个人呢，哈、哦，伊的兵力已经超过了，跟他差勾践安尼尔，哈、哦，了后伊就安怎，会冲昏了头啊。冷静的地方，他没办法分，而是冷静，他也没办法分析局势啊。所以讲人呢，那感觉讲啊，得到名利权势的时阵，都冲昏了头了，吼、哦，冲昏头脑了，吼、哦。以前迄个冷静分析的局势，这以前拢无去啊，吼、哦。现在呢，要讲的讲，这个外国最有威胁的是吴国嘛，哈、哦，已经失去了威胁，其他的诸侯啦，吼、哦，拢远离，好、哦，远离足远的。好，就是国弱了，他就远离了。好，不能好对越国构成威胁啊。
啊，天下不是算安尼太平了吗？但是这个泛古的公高盖主呢，吼、哦、叫做公高进主，啊，这嘛真危险哦。为啥真危险？伊知影讲高震的个性呢，是可以共患难，不能同富贵的人，啊，这样一生巧。一看会出啦吼，啊，这个高震，吼、哦，伊的个性，伊会当呢吼共患难，但是袂当同富贵。于是呢，好、哦，这范古在仕途非常顺利的时候，伊就甲这个啥高震死官。哎，高震呢，想讲我予你遮大个官，啊，佫予你安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为什么你要离开？以咱即马吼，会使讲是以评分条件吼，合理啊，啊你也阁卖，啊这个范古呢，伊讲卖，吼、哦，伊就娶某娶囝呢吼，点点啊离开啦，吼、哦，啊这叫做啥？这个范古功成身退，是安尼要功成身退，伊嘛知啊，伊知高震哦，伊那个。伊那个权甲力伤大，有可能会规家去互抄家灭族去啊！所以讲，高震身边的文臣呐、啊，吼、哦、大臣呐、啊，拢无偌久，迄都拢一个一个逃走，你知无？一个一个选呐、啊，一个一个选，看到范古选了足侪足侪伫伊身躯边的遐背伊吼，拍赢功臣者，煞做啊，我那疑心呢，吼、哦。一个一直走，这个高震疑心过重呢，吼、哦，所以呢，咱人会国会败吼、哦，这王嘛最重要吼、哦，所以咱人生的风风雨雨当中，能做到全身而退哦，啊，你也讲哦，我官做足大，要做个全身而退，啊，咱即马无像古早人安尼吼，啊，即马咱来讲，咱人权力真济嘛吼，啊，但是你那是好贪，吼、哦。啊，常常呢吼，啊，对个政府歪过钱呀！啊，你总有一天会去用掠到啊！啊，掠到的时阵，啊，你嘛明，你嘛是安怎？名利权势，去让你，这个吼贪，甲你误干呢？到尾你也是爱得去用关呢？所以咱人这贪心，吼、哦、贪念，这有时阵啊，无清醒，地位也无清醒吼。这样你就放不掉，所以说正所谓的业满则亏，罪末就溢出来，罪末就溢出来，好时呢要发展到上最好的时阵，所以我们开始变坏了，在我们的这个功名利禄里面有开始在变化的时候，人在人生顺利的时候，第一人不能贪功，唔通贪功啦，吼、哦！及时爱转弯啦，急流要勇退啦。你乃及时转弯，急流勇退，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学问啦。像那讲，因为唔走的吼、哦，会死在先啊。吼、哦，这有时啊，拄到代志的时阵，安怎死的都唔知。所以讲，安怎死的都唔知，咱就唔知影讲，咱到底我们要怎么做，吼、哦？才会啊，吼，才会更好。无古早人拢嘛讲，一日忧三身，三年天必降福啦。吼、哦，就咱人啊，《太上感应篇》内底定定都有讲到啊，吼，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啦，吼、哦，喜恶行恶，一日忧三恶。三年天就会给你变大灾难给你啊！吼，安尼讲就是讲吉庆有余的人，因为每一天拢是讲善话善语，行善抗世啦！吼，讲的话拢是咧爱人好，行善抗世，安尼会坚持，会当做几十年，上天必然会祝福给恁啦！吼，上天嘛必然会祝福。是安那讲，有时阵咱讲。哦，伫护持啊，护持道场嘛是同款啊，伫做好事嘛同款，上天都会降福给你们，因为三善就是一以善，吼、哦，人若做会善，
吼、哦、啊，会当做好代志，吼、哦，咱的家庭、囡仔、事业，拢会足好、足好诶，足平安诶啦吼、哦。来，今日呢，马上已经讲到这时间到啊吼、哦。啊，今天礼拜五啦吼、哦，明天礼拜六有公休哦。好、哦，阿弟家祝大家吉祥平安，再见，拜拜。